出来了啦！我的马芬堡，最爱的，每次都要点两颗。对，每次都要点两颗。我是超爱烧肉专鸭夹蛋。你看我这去烧场，我的是马芬堡，路易莎他们会做这个马芬堡，真的是非常的聪明。大家都说，因为马芬堡这个东西呢，是只有早起的鸟儿能吃，麦当劳。哦，对。但是它竟然可以就是全日提供。啊，这样我就不用特别早起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马芬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吃。我们要交换呢，不可以只吃我的，我们要一起。你要吃我的，我也要吃你的。哎，那好好吃啊！我的比较好吃。对啊，你那好好吃啊！我每次都点的。你那是那种烧肉专鸭要炸蛋。哦，好好吃哦！烧肉专鸭炸蛋。我要选昨天那个剧情。新的已经要逃走了，还要亲一下，我很想。大家，我跟你讲，靖腾他每次都不相信他自己会打呼。我知道我会打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打呼是那种的那一种。对，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打呼有多大声。来，我来播给大家听。啊！这个。对，再一次，所以第一声怎么那么可怕？这个是什么？第一声。对啊，这个是我都外嘛，要启动的时候那个。可是我这个打呼算小声，对吧？真的吗？因为我记得我爸爸他的打呼是那种的那种，我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到会把你吵醒吧？不会啊。还好。现在要来剪刀石头布，然后输的人要来煮。对，没错。今晚剪刀石头布。耶！我其实我很想。然后真的啊。你切得很不疗愈哎，虽然它长得很丑，这是好吃的。我觉得这卖相蛮好看的，就很丰富的感觉，有香菇，有肉，有贡丸，有菜，哇，有蛋。因为我吃拉面，我会喜欢加一大堆东西，好好吃哦。哦。因为安城的辣是连靖腾不敢吃辣都可以接受，因为它太好吃了，它的那个好吃度超越了。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辣，它有辣，一点点。嗯，我反而那个辛拉面没办法，太辣了。那这到底是我煮的好吃，还是它本身好吃？你煮的好吃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想说我要先来帮靖腾准备早餐。我想说来做冲绳饭团，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有买午餐肉，然后跟海苔，其实我没有做过。我想说等一下来查一下食谱。
用这个辣油，然后加美乃滋做成它的里面的酱。有点爆开的冲绳饭卷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搬到这个新家里的时候，有一台扫拖机器人叫做 Ecovacs 的 T10 Turbo 吗？那一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，然后它的拖地功能啊，那一些的，就是真的让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。但是后来我妈妈家里的扫拖机器人因为坏掉了，所以我就是把那一台就是拿到我妈妈的家让我妈妈使用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家里就是用这一台，这一台是2023年 Ecovacs 他们最新的机器，叫做 D-Bot X2Omni。我觉得这一台 X2 Omni 真的是超级超级美耶，而且我很爱 Ecovacs 他们家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家的商品外观实在是太漂亮。我觉得它的外观已经真的可以当作是一个摆饰，就是居家摆饰。而且我们的这个走道没有很宽哦，所以这一代的这个基站它其实设计的很精巧，然后完全不占空间。因为如果有在长期追踪我们的人应该也知道说，我们在挑选一些家具啊或者是家电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就是把第一优先放在他们的颜值上面。然后加上 Ecovacs 他们，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用过他们的 T10 Turbo 嘛，那一台的话已经让我们觉得说，就是包含它的 AI 啊，包含它的那种智慧的一些功能等等，真的让我们省了很多时间。所以现在如果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扫拖机器人很推荐，基本上我都是唯独只会说 Ecovacs。我觉得这一台跟之前的哦 ，OK，Eco， 请说，停止作业，停止返回基站，很好。我觉得这台跟 T10 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它的外观上面，因为它的外观这边是四方形的，之前的那一台的话是圆形的。它的这一个的好处就是说，它比较不会遇到死角，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角落的话，它是有办法清扫到那个部分的。然后之前的 T10 Turbo 这个上面有一块雷达是装在外面，导致说我们这个床底下它是进不去的。但是它的这一台的话是上面没有突出，已经完全是变成说内砍式，所以它的这个机身也变非常非常的薄，所以它做到了上次 T10 做不到的，它有办法进去到我们的这个底下清洁，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来说超级重要。像它的背面呢，它这边有附了两块抹布，它这个是完全被烘干的状态，所以完全不怕发臭。这个跟T10 Turbo 一样，就是它在里面可以烘干，所以就是不太需要担心说会不会发臭什么的。然后在这个角落这边的话有这一个刷头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吸尘的吸口在这边。那大家应该也知道说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地毯，就是包含这一个，但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有一个我真的是觉得非常赞的点，因为它这边不是会拖地吗？这边会有拖地功能吗？就是通常它要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抹布一开始会很湿，毕竟它要拖地。它遇到了像我们的这一种地毯的话呢，它是会直接升高，然后它的这一个抹布呢也会一起往上升，所以地毯是完全不会碰到这个抹布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点真的是对我们家来说非常的友善。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很好奇它的吸力，像之前的 T10 Turbo 的话呢，它是3000帕，就是3000帕其实就已经够强了，就是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有办法吸得进来，然后吸力也是非常非常足够，毕竟我们也用了一段时间了。但是如果是这一台的话，它是搭载了8000帕，你真的不太需要担心说它的吸力会不会不够。那这个打开的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有这一个清水，这边是干净的水的地方，然后这个的话是 dirty water， 这个的话是脏的水，所以它抹布的水都是来自于这一个 clean water 这个地方。 OK Eco， 我在听，将水量调为高档，然后去拖厨房。好的，开始拖厨房一。 Terrible things started happening when you walked away， So the
可是你看它完全不会撞来撞去，因为这台机身它的前面有 AI 镜头，所以它可以直接看到前面有哪些障碍物，然后它就会很精准的避开。在这一代 X2 它里面也有搭了强化学习的精准导航，所以它也可以更精准更快的规划我们整个家里的格局，就有点像是最近很红的那个 ChatGPT 一样，它可以透过每一次的打扫去更加熟悉我们整个家里，然后它的稳定性也会越来越好。如何？蛮乖的，这个可以。这一台 X2 他们在洗抹布的时候呢，他会用55度的高温做清洗。那其实这个55度呢，它是黄金比例，因为它的温度在高的话，像那种淀粉类的污渍，它会直接粘在抹布上面，所以会反而更难清洗。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温度越高越好。大家，我们现在要来吃老四川，对，吃宵夜。我点了这个墨鱼丸，这个是虾子的姜吧。我们已经吃饱，我觉得老四川还不错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吃完，所以我们就是打包了。也行。对啊，现在我们家的这只龟背玉呢，现在在急救当中。现在看起来很好，是因为我这一两个礼拜都是还蛮勤的在帮它浇水。原本它这边还有很多只，就是一些新叶啊，有一些宝宝啊什么的，但是它们都枯掉了，就是都干掉了。现在就是只剩这个两只叶子。刚刚下大雨，最近台湾的天气都这样子。然后大家知道吗？我最近呢有一个很比较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原本也想要去银行，是因为我有一个账户，我平时最常用的那个账户呢，我把它锁起来了，就是不能入账也不能进账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真的我做了一个很白痴的事情，真的很白痴。我觉得就是那个东西是一个诈骗，然后我就是还那么刚好就这样上钩了。它是一个 TikTok 上面的一个直播平台，大家不要说我很笨，因为我真的很笨，对，我真的很笨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天我就是中午在睡觉，然后睡起床之后我就在那边滑那个 TikTok， 然后呢就有一个直播的平台，然后那个直播的平台就是在泼那个叫什么翡翠啦，对，泼那个翡翠，然后呢他就会讲说什么，哦，如果你很看好这个翡翠，等一下我们给它切开，那如果你的那个切开的泼面呢，如果是那种很绿的翡翠的话呢，那大家都可以分钱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这个也很难造假吧，因为毕竟说他那个是你泼开才知道结果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就是你知道好奇心作祟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不然我也来试试看。结果呢，他一把参加这个局的话呢，也要2万还是3万，就是还蛮贵的。但是他说，如果这个东西破开，如果它是全绿的话，他就会分你非常非常多的钱。就是他们是这种操作模式。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有点小中邪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人是很不会很轻易汇钱给别人的人，我对于就是金钱这一块呢，我也算是还蛮保守的。我竟然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很想要做，因为大概看个10分钟左右，它就有3颗已经是全绿了。那我想说，那以这个几率来说，感觉还真的是蛮有可能，对，我就真的汇了钱给他们，然后当然就是也没有中，破开全部都是白的。那为什么我要跑去银行呢？是因为我这个东西结束之后呢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哪根筋突然怎么样，我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反诈骗专线，他就说，哦，那这种的都是诈骗，切翡翠啊，这种 TikTok 直播的那个切翡翠的那个东西，那100%是诈骗。然后我才想说，哦，完了，我就觉得很可怕，就是有一个账户被一个就是诈骗集团他们知道了，我就很怕他们会把我当作是人头账户来用，所以呢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银行。
就先叫银行把我的那个账户，我就把钱全部挪出来，账户停用了。但是后来就是我问了我很多很多的朋友，如果他们只知道你的账户，基本上是完全不会被他们拿来利用，因为毕竟他们如果要把你当做人头账户的话，他们需要把钱领出来，所以他们也要知道你的密码。所以我就想要给他解开，因为我的所有很多，包含股票、包含房租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绑定在那一个账户。那个账户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我后面要改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我就是这几天我应该会找个时间去银行把它再重新恢复。但是重新恢复的话呢，一定要去到临柜，所以会比较麻烦一些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刚好这边也折完了，闲聊了一下。欸，这个豆腐也太可爱了。而且你看这个豆腐，它是一个一个包装的，像我们在微风超市，他们的鱼啊，好大只，看大家看，哎，欸，好凶哦，好像哎，说你敢把我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家里的调味料都用成这个，太高级，哎，欸，玫瑰也这么贵，啊，1380，人家是高级玫瑰，你们有牛角肉吗？几盒？一盒。好，这样是一盒是不是？这两盒好了。哦，它是和牛牛角肉，还有。但我觉得在台湾牛角肉真的是很难买到，因为我每次我在全联都没有看到，就只有猪角肉，终于被我买到了。起来了，会，就这样可以，可以，第一个完成，完美。会，这样其实应该包进去的。会，呜呼。完成喽。哎，这都是它的油哦。对啊，和牛就是不一样。然后现在用这个一点点的油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把一些油已经倒掉了，这样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这样直接进去。对，美乃滋。哎呦，老塞。很恶哎。胡椒盐。完成。完成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淋的酱哦，你看有一点那个 cheese 跑出来，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各位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爆浆程度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蛮漂亮的。再多就热量过高了，真的，这个很爽哎，我来吃吃看，哇！起来，超好吃的，哦，还有那个酱汁调的超好了，感谢感谢，啊，这一颗不够吧？啊，一颗不够，一颗不够是？这个真的超好吃的，很像外面卖的。嗨，大家早安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 Amber 他家，然后给他生日惊喜，因为今天是 Amber 他的生日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去买蛋糕。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些他的礼物等等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车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去他们家里，然后给他这个 surprise。Happy birthday to you!
真的吓到哎、欸，太扯了！你有比我的朋友还其他朋友还用心啊？他们还说，哎，我还自己约说，我们明天可以吃饭吗？然后他们说，我们已经跟爸妈约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，你知道我们是想说，就是不要约了，我们就直接突击。对，因为你上次也突击嘛。对，因为你上次突击我。要请那意外。现在你要开礼物吗？好，来。啊，这什么？这真小哦。会是什么呢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你应该会蛮喜欢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你看，我看到了，如何？很美耶！是银色的，对，我们特别挑的银色，我们银色，因为这个牌子很多金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可是我们知道你不太喜欢金色，对，天哪，哇，这什么呢？你知道这个牌子吗？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西班牙的牌子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最近非常非常的红，红吗？最近超红，我没跟上流行啊。然后这个是我跟你的粉丝一起挑的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假的？没错，来看是什么包包？这个西班牙的牌子，哇，很可爱耶！小手肩背包，对，肩背包，很赞，你笑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，好看吧？这好看耶，而且感觉很好装。一开始有点担心，是因为你好像比较少米色的，对对，因为我只会买黑色包包，就是我自己。可是我觉得包包这种东西是你自己。会买黑色，但别人如果送就是别的颜色，我觉得不错。啊，真的吗？赞呐！谢谢你们。我现在左边就是搭他们送的东西，左手。左手全部都是。你晒好黑哦。对啊，我晒超黑，我这肩膀都是大色差。你的手跟你的脸完全不一样颜色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帮我挑。是喜欢的吗？这个？这个是喜欢的。确定啊？对，确定。确定啊？这很赞哎。因为这个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那个风险，因为真的都是黑色。对对，但是因为我自己就保守派，所以我觉得有别人送我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很赞。啊，有喜欢就好，有喜欢就好。这是卡片吗？啊，没有，那就不是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也已经回到家了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Amber 的生日突击惊喜吗，也应该算是大成功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呢，也就差不多到这边。然后我这次我也是很高兴可以再跟 Equifax 再次合作，然后同时也从 T10 Turbo 直接升级到 X2 Omni。这个升级啊，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感，就是包含说它的机身变薄了嘛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床底下也可以进去，这一点我们是真心觉得很赞，加上说他的 AI 或者是他的语音啊，你可能跟他下比较复杂一点的指令，他都完全听得懂，就也不会觉得说哦，因为他是机器人，所以就是有一些指令怕他会听不懂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语音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准，然后重点是他真的很精美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因为机身是变方形的关系嘛，所以那个整个吸力啊，整个就是死角覆盖率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优秀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台 Equifax D-Bud X2 Omni 呢，现在已经开放预购了，然后现在在各大通路他们都有很优惠的折扣，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从我的资讯栏下面去点，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有30天的满意试用期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好而且很美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资讯栏下面看，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，大家 see ya， 拜拜。So don't test me, I don't want things to get messy, yeah. Drop down a little ass empty, yeah. Like I just wanna hit delete, come and test me.